观天下数位有线电视深耕地方多年，为了能够就近服务偏乡民众，让民众可以就近办理有线电视相关业务及处理各项疑难杂症，不用大费周章跑一趟细致门市。今天特别到双溪区公所办理驻点服务，让民众免奔波。哦，遥控器啊，遥控器，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那你觉得这样就近就可以找观天下这边来做一个回收？嗯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当然很好啊。是是啊是啊，很方便。希望就是每个月都可以来。当然了，你关心一下，因为这在公寮跟双溪还有瑞平双共地区服务很久啊，对地方也很熟悉啊。因为他特门市部是设在系主啊，现在关心一下，有医院说每个月到双溪来这边服务。像是民众最常见的就是遥控器不会设定操作，透过客服电话上教学也是常常不撒撒，因此观天下有线电视驻点服务直接和民众面对面教学，也让民众放心不少，希望往后能常常驻点，让他们不用长途跋涉。可以免去我们民众的就是劳顿，比如说缴费还有其他关于收据上的问题啊，教会地方啊，所以说我们会感谢观念下的这种良意。因为有线电视部分服务还需要民众前往细致的门市办理，而今天特别为了偏乡长辈，所以设置临时服务站，让长辈可以就近办理业务或是相关问题的询问，希望民众多加利用，不管有什么问题都会尽量帮民众处理。记者陈威双溪采访报道。